哎，大家好，我是阿宽。嗨，大家好，我是阿宽的老公老婆，萨米达。今天我和萨米达谈到这个，小孩在哪里出生的这个问题，在中国还是在尼泊尔出生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小孩现在已经快五个月了，已经五个月了哈 ，already。已经五个月了。如果是小孩在中国出生，就没有很多问题，就是没有很多程序，就直接入籍就行了，入户口就行了。但是如果在尼泊尔出生的话，就很麻烦，就是说有很多文件需要做，比如说去大使馆认证呐、去尼泊尔外交部认证做 DNA 呀、杂七杂八的各种文件需要做，就比较麻烦。今天我说我想去中国 born baby， Wait， 我先说哈。我们两个商量的确定的，现在商量的确定的一个结果是小孩入中国国籍嘛，但是现在又没有航班，我们的小孩现在已经五个月了嘛。估计到年底也不会有航班，估计到明年一月份二月份那时候才有航班，但是那时候小孩已经大了，再坐飞机的话就有点安全，有点不大安全，所以说现在就整天就是纠结这个问题，焦虑。什么的你是想小孩在中国生是吧？是的。啊，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想中国。中国的医院。医院很好大，这个还有。很多很多 facilities to baby and good for baby。你明白吗？明白。在那个doctor have many experience and have education in Nepal。还有一点。Little small Iran and no many education and 老公对不对？你知道不知道？老公。中国人一生很好，一生对。可以一生很好，他们还有many experience， they are good。尼泊尔的大夫一点还有 experience and 一点have education and hospital also small not so big。就是他说的意思，就是尼泊尔这边的医院的话，通常比较小，条件比较简陋，然后很多仪器他没有，在尼泊尔的中国人都知道尼泊尔这边的医院，还有医生经验也不是很丰富，然后，大概一般的，只能说一般的简单的病可以诊一下。比较那些大病的话，就是真的是听天由命了。尼泊尔这边的那个人的寿命也是比较低的，跟医院的这个水平也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萨米达正在读书嘛，他正在读那个大学大三，就还有两年时间。如果是去中国那边小孩出生的话，大概应该一年应该是回不了的，应该最少要等小孩
长大一些再回来是吧？嗯，最少得一两年才能回尼泊尔，那他的学校就应该不能继续了，就这个我是有点纠结。我经常听他聊他的老师啊，他的同学啊，就是感觉到他还是蛮喜欢读书的。我也是想让他把那个学校念完嘛，Finish University。但是现在这个小孩这个问题，跟那个他的教育这个问题就有点冲突，就有点也是有点纠结。This also problem。也是一个 trouble， 也是一个问题。Maybe you want to finish university? Yes, of course. 嗯。I want to finish my university. 还有两个一年。还有两年。怎么办？怎么办？两半。好的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尼泊尔，如果小孩在尼泊尔出生的话，出生之后就有很多问题，然后出生，小孩出生也是一个问题。在中国，你像，可以提前好几天，进那个医院，待在病房。在尼泊尔的话，这边肠胃很紧张。你像这边有两个中国朋友，也是小孩出生，就是只能在出生之前四五个小时才能进病房。然后他这里出生之后，前段时间那个高哥，小吉拉生小孩不是吗？出生之后头天晚上8点钟出生，第二天下午就出院了。这边的，像中国的话，你出生之后怎么样也得待个几天吧，是不是？大人小孩呀，都需要恢复时间啊。这边不一样，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担心吧，有点危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孩出生之后，你像中国那个妇产科医院就很多啊，很多那个，小孩的专科医院呢，这边。尼泊尔这边好像就没有这种专科的医院，它都是一些综合的医院。小孩如果是有什么病痛啊，就看病就有点不方便，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我和沈明大，是想去中国，他也是想去中国生小孩，我也是想去中国生小孩。现在就是面临这一个。因为小孩越来越大了，就面对这个切实的问题。好的的。No， 没有飞机去中国，怎么办 ？After baby 出生怎么办？baby 出生后怎么办？好的的。好。好了，都在纠结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也是没得选择，因为现在没有飞机，也是没有选择。怎么说呢？担心这个也是多余，因为你没得选择嘛，你只能选择留在这里出生，因为没有航班了。你不可能走回去啊！现在陆路口岸也关闭了，也走不回去了，是吧？飞机也没有。怎么回事？也是没得选择。那我的中国语。中国文，中国语 ，Chinese language 是什么？年。language。中文。我的中文不好，我吹这个读哈的。我不明白，他们说什么？我明白就行了。我明白就行了。我不明白那 if
Now I go China.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language. You can speak. Can speak English with Chinese doctor. Doctor, to khai. But I want to speak Chinese. Other people. 那你努力学啊，你不要三心二意啊，天天坚持啊。你要跟米格拉两个人天天学习啊。好吧。好的好的。今天呢就是讲这个问题了。好的，谢谢大家收看。再见。拜拜，再见，明天见。See you. See you.